魏哲、郭德纲、于谦。谢谢啊，在刚才咱们雷同学啊，俩人连说带唱卖力气，杨德郎给伴的舞，这叫伴舞啊，这叫什么呀，起哄呗，让他们俩下去休息一会儿，是带着我们老哥俩来了，哎，对，都认识啊，嗯，于谦老师，老师傅，有日子没说相声，可不是吗，啊，都生疏了啊，不错啊，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，啊，那倒是，尤其在天津啊，要说这也快啊，啊，天津德云社一周年了，也真那倒是，得谢谢您各位对我们的支持，您捧场啊，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，嗯，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，嗯，谢谢各位啊，谢谢。演员就得老得说相声，那是干这个的嘛？你不干这个，一个是生疏，嗯，一个是让观众们多想。观众们怎么呗？多想呢？这些日子老没看见他们说相声，这几个人能出事儿？哦，怀疑我们能出事儿？嗯，你看高峰最近就没露面，他能出什么事儿？我可听说了，什么事儿？高峰出事儿，怎么了？身体不好。哦，有病，上泰国做手术，这是身体不好的事儿吗？这个据说还挺成功，怎么成功呢？手术之后留在泰国当娘娘，那是太成功了。过于成功了。你看，不演观众多想，就想这事儿啊。郭德纲最近可没说相声。哟，那您说什么事儿？多么开心的好奇，听说郭德纲开车出事了，哎呦，开车出事儿可是大事儿。郭德纲开一个3100万的大汽车，不，您买一3500万的大汽车，掉沟里边了。哎呦，哦，开3500万的车掉沟里边，你呢？有观众也不猜嘛，是吧？哦，瞎想。嗯，于谦儿最近也没露面啊，啊，反正肯定是跑不了这事儿。啊，我出什么事儿？于谦儿也出事儿。我呢，正挖沟呢，汽车掉下来了，我让车给砸了。啊，我这事儿也不小。我们俩都送医院。那是。好家伙！嗯，我伤很严重。那是您掉下去了，给我贴了3个创可贴。小口子，给我疼坏了。啊，于老师这个8个大夫，啊，8个大夫，还有12个修车的。哎，要修车的干嘛呀？那会儿分析啊，这块是于谦的吗？啊，还是车上面的门票？好家伙，我都碎了是吗？所以说演员要多演出，那咱非演不可了，多跟观众见面。嗯，大伙一听相声，哈哈一乐，多开心，也不瞎讲了。哎，你看这段时间没演出，是这次演出我决定了，干嘛？我要立一个 flag。您说这我就快听不懂了，什么这 flag？flag 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句方言。方言？我听岳云鹏老说这个，他怎么说呢？你弄一个 flag 呗。我听着像英语，啊，他们老说啊，啊，立个标杆啊，这叫 flag， 立个标杆，许个愿，哦，就类似这个标杆。我今天要立个 flag， 啊，您楼上楼下各位替我记着啊，哦，那个什么，打今儿起我决定啊，我要再说相声，哦，我不会在相声节目里边再提于谦的父亲。这也是好事儿啊，这个是吧？这不错，可以。人家网上好多朋友指责我，怎么说？说相声，你看于谦他爸爸，你都不会。从前是于谦他爸爸怎么着怎么着，真说到我心里边儿了。啊，您听听去。不是你，关键你150-160年的相声历史的，嗯，你听过谁在台上提过于谦他爸爸？嗯，凭什么都提我爸爸呀？这里面没有这么说的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各位你要作证啊！
啊，我不会再提于谦的事情。您就不说了，好不好？太好了，而且最重要一点就是，我们哥俩这个交情，他父亲就如同是我的父亲。这终于明白了，你老说老爷子也觉得没意思，就是，对不对？是啊，我们这个交情，各位你们是不知道。您介绍介绍。你看我认识谦哥的时候，还是小小子儿。啊，对，我们认识的早嘛，我那个那小脸蛋一掐一兜水儿。您也别太使劲了，我在后台一看就白头发，真这五十多了，真的，我这人也是眼眶也浅，是吗？一看白头发，妈我就吐吐了，我怎么那么恶心呢？我就是感痛难受，那是吐了，真的，我们这份交情啊，惊天地泣鬼神啊，反正是真不错，真的，我不知您哪位有文化有学问啊，肯定是比我强，是吗？但是我研究了。我跟谦儿哥的交情，已经超过历史上那些个有交情的人了。历史上有交情的人，咱们都比不了。你看，哎呀，哦，你看啊，有这么几种交情。首先说啊，总角之交，总角之交，总啊，总啊，总上这儿来那个总。哦，哎，总部的哎，角，犄角那个角。哦，角度的那个角，总角，这种交情叫总角之交，什么意思呢？过去小孩一块长大啊，小朋友嘛，古代那个梳着头发，这梳俩鸡就是的啊，抓鸡，哎，梳这么俩，小孩一块跑过来跑过去，是啊，一块成长，这个交情叫总角之交。哦，一块都留这发型，这样的交情最纯真。小孩发小，你说我95，他98，一块这个在一块刚认识，那个交情没有用，因为谁也不认识谁啊。最好了，不认人了，岁数太大了。总角之交就是我们两个人。小孩，可能您听不明白，我一解释你就理解了。咱们俩这总角，我们俩他比我大4岁，是一块玩，一块玩，哎呦开心啊！那玩着玩着，老大哥哗一脚给我踢躺下，哎。这什么老大哥呀，这玩儿推躺下，摁着我，捧着我这脚就啃，我捧着脚就不敢动啊，不敢动，是我也是不嫌脏啊。大哥开心的站起来，我又哄他玩，跑着跑着就给我推躺下，我这个抱着我这脚啃，我上瘾了，是吧？总啃我这脚，总脚之脚，能这么解释吗？我是这么理解的，就是从童年时代就这种交往，就对，对吧？还有一种交情，泛泛之交。哦，这个词我倒听说过。有时候您看书啊，啊，张三李四这俩人，哎，我们就是泛泛之交，没多大交情吧？这形容没有交情。哦，什么叫泛泛之交呢？这您再解释解释。就是我们这儿说相声的高峰，跟他师傅范振钰那种交情。师徒关系能是泛泛之交？高峰说相声，师傅叫范振钰。是的，爷俩一见面，热烈拥抱，哦，互相一称呼，那不错。师傅一喊他，高高，哎，喊他师傅范范，泛泛之交。这也不是这么解释，不是吗？对了，大概是这么一种意思吧，就叫泛泛之交。泛泛之交，嗯，哎，比这个差不多的叫点头之交。哦，点头之交。哎，您各位有这说法啊？我跟谁谁点头之交啊，就认识。哎，深刻一点解释，比如说，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可以，假的啊，啊那当然例子，打个比方啊，是，比如说，哦，假的，假的，比如说郭德纲，嗯，在相声界人缘不太好。那不是假的，那怎么是假的呢？假的，我这比如说，当假的比如说，郭德纲人缘不好，哦，走了街上碰见同行，同行很为难，是，本来人高高兴兴来了，正走着，一回头看见郭德纲了，是，怎么没礼貌？认识啊，打招呼不打招呼？打不打呢？不打招呼吧，不合适。哎，天天听郭德纲相声睡觉，哦，他也跳。哎，照他那词儿扒下来，我们去演出。哟，打招呼不合适，打招呼打一个，传出去有是非。这有什么是非？你看这个，每个人想的不一样。哦，一咬牙，怎么样？看见过了。嗯，哟呵，
哎，我也顺畅。哎，点头，点头之交，那就甭交了，就是这就是一种形容词啊，点个头，哎，三拜之交，点头之交，好，比这个好的还有吗？君子之交，这就好了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有这么句老话啊。唐朝有一个人叫薛仁贵，日子过得很苦，嗯，没有人搭理他。就村子里边有一个叫王茂生的人，嗯，对他好，百般的照顾，嗯，后来给他钱让他参军去，哦，两军阵前立战功，后来做了大将军，嗯，啊，厉害了，是过生日，大伙送了各种金银财宝的礼物，不要不收，唯独王茂生从千里之外送来一坛子水。哦，真是水！哎，喝了一口之后很感动，嗯，说我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。哦，这是典故，哎，这是最上品的交往，嗯，就如同咱哥俩一样，咱们也是君子之交吗？于老师到赞比亚去发展，好那么偏的地方发展，嘿嘿，赞比亚的亚长，我都没听说过。赞比亚叫亚长啊，对对，我理解的这个身份就差不多这样啊，哦，哎，艺术中心副新长，这就是我认为，你也就是理解的，哎，嗯，赞比亚亚长，亚长，好好，对不对？我是个官，我在北京，哎呦，谦儿哥在那儿，身份很悬殊啊，是啊，过生日了，哦，过生日，哎呦，算这日子，嗯，今儿要给他寄走几天，哎，赶着清明能送到啊，生日送不到，赶清明送到。清明是你的生日，我没听说过。在北京给于老师弄一坛子豆汁儿，这比水好。哎，啊，送到非洲的中南部啊，赞比亚是豆汁儿，天津人其实喝的很少，都北京的，北京也不是所有人都接受不了。是，它有一种独特的酸馊腐臭味儿。哦，嗯，爱喝的是真爱喝的，他玩上瘾，不爱喝的真受不了。是这坛豆汁儿，大天热，晃里晃荡，晃里晃荡。哎呦，打北京送到赞比亚，哎，到那儿都坏了，不能先到您手，我，哦，还得传一下。您是亚长，我身份显赫。你跟前有点什么太监、宫女什么的，亚长旁边也有个，就是类似的。哦，人拿开一闻，受不了了，难喝，以为是坏了，啪就泼了。哟，这可糟践东西，泼完之后跟您没法交代。是啊，手底下人说这也得给续满去，那怎么办呢？续上水不像话，那怎么续点接近那个玩意儿的吧，是吧？那个味儿，哎，续点尿，啊，尿味儿跟它差不多吧，比那个好闻点。于老师一喝，眼泪下来。我呢？我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。没听说过是吗？不是淡如水吗？这就类似的，就是君子之交。哦，比君子之交再厉害的了，这叫患难之交。哦，中间这就有故事了。哎，嗯，比如说于老师，嗯，是一个象征艺术家。啊，谢谢您。四岁开始学艺，啊，就童子功。哎，72岁毕业。我学一辈子，合着。毕业之后啊，给人请到国外去演出。还上国外？到哪儿去呢？去哪儿的？赞比亚。哎，我上那当亚长去了。啊，不是，哦，你身份不一样啊，这另一个故事了。你说一乐，对，72岁高龄相声艺术家于谦老师到赞比亚去说相声，那哪有人听啊？赞比亚在非洲的中南部地区，是说过了，当地出铜，出咖啡，有特吃这个东西叫恩西玛，说的还挺洋气的，恩西玛啊，是什么？就是棒子面吧，和好了之后上火一熬。稍微稠一点的棒子面粥，啊，这棒子面粥，这叫恩西玛。这手戴着大铜戒指，啊，这手端着咖啡，呵，脑袋扎在恩西玛那盆里，呵，被拉着长鼻涕，喂狗呢，这是，太贪心了。喝棒子面粥，吃，啊，吃完演出吧，还得演呀。给人一说相声，嗯，赞比亚人不满意了，怎么不满意？说的，好的，嗯，于老师乐了，我就给你们讲一个，这个我拿手机上，啊，这个叫反正是哪儿人呢？这是老北京，没听说老北京这味儿。说完了，赞比亚人不爱听了，您说这叫什么玩意儿？非洲人翻脸了，知道吗？啊，
这是非洲人吗？说话也不清楚，那个字儿也不能到那儿点儿里边，唱那几句也不灵啊，您这叫什么呀？这老北京人都搬赞比亚去了，非洲人不好骗啊，是不好骗了，捆上了，捆了，给于老师捆上哦，要拿于老师祭天。好家伙，说相声不想这么大仇来了。啊，嘻嘻哈哈，全给扒了。哎呦，一时都忘，又光说话。哎，我这帽子垫弄好了啊，搁在锅里蓄水，这要吃，这是要弄肉汤的恩西玛。啊，合着刚才我喝那还是素的。哎呀，消息传到北京，嗯，我眼泪都下来。您心疼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我的老哥哥啊上那儿演出出事儿，就是啊，我得救他，必须救啊！大将生来胆气豪，腰横秋水雁翎刀。风吹脱骨山河动，电闪惊奇日月高。天上七天还有两句，不是您天天吃啊？是，您赶紧救我，这都快下锅了。别着急了，还没点火呢啊！不，那您也赶紧。形容我这份心情，就是天不管地不管都不管，我得管你啊！咱俩有交情。我准备下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，带尖的带刺的带圆的带刃的带龙绳的带小辫的带吊绳的带梁刺的。你去。你准备些东西，准备武器啊，弄好了，包一大捆，我奔首都机场。对，到机场人家说您这上不了飞机，白费劲了。嗨，我只能带着我的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躺着说话，别点说话，别点说话，一样都不能多。别点数，赶紧回来，赶紧得带东西先回家，把东西搁在家，坐在炕上，眼泪哗哗。他是想我。山前梅路山后狼，狼有结拜在山冈，狼有难来路搭救，路有难来狼子。你就别想这么多了，我那都快熟了。是是是，不着急，还谈蓄水呢。啊，这就别想蓄水了。我这救于谦儿啊，哎，有名人告诉我，怎么着？这事儿不复杂，怎么简单？但是你得开个证明。我有证明就能去。于老师72岁啊，我们有一个70岁相声老演员促进会。哎呦，还有这促进会呢？你上回原籍开一这证明，拿一证明，一路平发。我们有组织，那错不了啊！还没找于老师哪儿人呢？我哪儿？陕西蓝田县，我是那儿的祖籍。我得找陕西省蓝田县于家村70岁相声艺人祝福。这还哪儿找去？开这证明，我还能去赞比亚救肉汤中的于老。哎，小您赶紧吧，还坐车就奔蓝田县。那得去蓝田县，在陕西属于西安管。那是吧？过去蓝田出那个玉，是咱们有句话吗？蓝田玉带朝北斗，万国衣冠百年流。他有名。哎，来到蓝田，蓝田还有温泉。啊啊！先泡温泉。你这还泡温泉呢？我那泡着呢。别着急，你那热乎比我这暖和啊！你赶紧去。打温泉出来，突然间发现蔡文姬的墓也在蓝田。他全想起来了。东汉有一个人叫蔡文姬，他爸叫蔡英。蔡不知道。后来他嫁给左贤王了。不是，我这水深火热。是是是是是。参观完蔡文姬的墓，我坐车回北京，我都熟了。哎，在道上突然间想起来了啊！玉米面儿还有个鱼签儿。您是先想到的玉米面儿啊？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啊！不管了，不顾了，不顾了，不管了，管不了了，顾不了了，你管得了干什么？不管怎么说，扒火车我也要去赞比亚，那就对了。韩琦，我心爱你土匹马，真扒火车去了，到赞比亚，你去，腾腾一下子啊，打锅里把人揪出来，抖楞抖楞棒子面，这叫患难之交。好家伙，来，这大难，这是那错不了，就形容咱们的消息，可能里边有一丁丁点是夸张的啊，全是夸张的啊，全是夸张的。但是这个还不如忘年之交哦，这是又一个层次了。忘年之交啊，你70岁吧？啊，您举例子，嗯，要不我60岁，您有准没干？您64，64，你64，好的，可以，我60，哦，差4岁，哥俩没有忘年之交。是啊，那怎么叫忘年之交呢？怎么回事？他64，我60。哦，他有一个闺女。闺女，然后20岁，差不多就喜欢我。我别闹，别闹！这我跟你爸爸就这种交情。对，你喜欢我，这不胡来吗？啊，是是是，坚决不会同意，咱们必须分手。哎，都成了一回了啊！这现分手的这项目，就是你不要垂涎我，知道吗？谁垂涎谁？我不会同意的。
我就不同意了。哎，这孩子也说，哎呀，这您不能这样，您要抛弃世俗的偏见，哎，我们要寻找真爱。嗯，孩子，你糊涂啊！咱们岁数悬殊太大，没错。如果真这样的话，以后走到街上见着你爸爸，我连师哥都不能喊了。哦，哎，只能说走到街上，我们俩一对脸。嗯，哎，这啥？我们俩改仇人了，我们就改了点头之交了。哦，哎，所以像这个状态就叫忘年之交。这不叫忘年之交，不要，这叫流氓，是吧？什么话就叫这话？这个说实在，又再往下引申，那就叫稳静之交。哟，这更深奥了。这个稳静，稳静，自稳的稳，啥人？就是脖子。哎呦，稳静之交，这怎么回事？就你回家找他爸去了啊？就爱脖子吗？不，怎么这不是另一个故事了？是是是，怎么还连着？何况你还欠人人情。接着吧，你在赞比亚在玻璃边对面一块儿干，全连着。那郭德纲给你揪出来啊，气儿急了。哦，切菜刀套起来了，真有道理。你要这样，你是逼我。哦，脖子上一横，我正进门，吓坏了啊！切！哎，他一回头，哎呀！啊，这么个稳静之交，稳静之交，这不是有交情，人家就是要我命来的。这几种都不重要，真正什么叫交情？什么叫舍命之交？哎呦，这可厉害了！好，舍命之道，这是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把命舍出去。对，这个事，这个事儿我说起来就是从你父亲说。于谦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先等一会儿，您，哎，您那 flag 呢？刚立了 flag， 您不是让我从来再不提我父亲了吗？啊？您这忘性够大的呀！我说了吗？说了。你看。怎么这样呢？刚说的，我这回要立出来了，我们再重新演出，我们对不对？不提我爸爸了。哎，这事儿是这样啊！你看，我要不提你父亲呢，我可能得提我父亲。可以啊，或者说我舅舅、啊，或者说高峰他爸。嗯，但是你也糊涂，怎么说谁其实也不合适、哦、啊！你有人也提了意见了，你说于谦他爸爸这个那个、嗯，但是你没琢磨透。怎么？人家不是说不让我提你爸，那他们是怎么回事？人家是不想让我说相声啊，是啊、哦，所以说不说你爸爸并不重要。哦，于谦他爸爸这个人啊，好、哦，他这个解了恨了，他这个。嗯，行，你想，你说谁也是那样啊？哎，得了，说你爸爸我也是捧着说，那应该，那个老爷子真的啊，嗯，打光棍一辈子，知道吗？最后。哎哎儿孙满堂，这事儿绑着说了，怎么了？打光棍一辈子，儿孙满堂。你小的时候家门口有一坏小子，外号叫光棍，他老欺负你，你爸爸出去净打他去了。哦，打他一辈子，打光棍，打光棍一辈子，怎么这么巧呢？哎，他爸爸厉害，哦，腿厉害，咣咣踹。是啊，打光棍一辈子，哦，这么厉害。哎，儿孙满堂，他儿子叫孙满堂，知道吗？我都没听说过，你家姓于叫孙满，你的艺名叫孙满堂，反正是编故事，好吧？可以，孙满，你叫孙满堂，好，我艺名叫孙满堂。第六啊，打小我们就都上他们家玩去，那是交情。他爸爸特别疼人，是小孩们一来，老头可开心了，是吗？都坐好，坐好，哎，给孩子们开罐头吃，还开罐。现在跟你说开罐头，你往心里去啊。我们小时候那年头有病才吃罐头呢，对，那是病号吃的东西。我们这小朋友都做好了，嗯，老头开罐头，鸡腿，砰，打开一罐酱豆，哎，酱豆不算罐头，你来一块儿，你来一块儿，哎呀，哦，孩子吃，谢谢，哎呀，这齁的，这是。后来不爱上他们家去了，那是闲的。但是他爸爸对他那是10%，多亲的，这于谦说他吃冰棍儿，老头我给你做。冰棍都自个儿，外边冰棍未必干净哦。自己开水、白糖，搁在冰箱里边弄完，然后让他吃。冻冰棍儿，谦儿说了，我喝酸梅汤，我给你做，也做。老头上药铺买乌梅、甘草、山楂片，回来给他熬。这么细心的，这疼人。嗯，谦儿说了，我吃凉粉儿。凉粉呢？老头呢？我给你做，这也能做。别买外头、嗯，咱在家熬凉粉儿，对吧？哦，熬完一锅，老头看，嗯，色儿对。嗯，为什么不成个？淀粉少了，不知道是配方啊。重来一锅，重新这锅火啊，
拖着马桶里边就扔了，再来一句话，嗯，我说有问题，哇、嗯哦，到马桶里还不成功，连倒三锅，哦，老头说，孩子，我可能方法不对啊，你再琢磨琢磨。可是大夫再一看呢，嗯，马桶里面成块了，这三锅在那儿成的，嗯，啊、哦，老头看看，嗯，还很服气。赶紧看看啊，这是金刀，爷俩蹲在马桶那儿，嗯，这怎么办呢？别浪费了，我正去，哦，突然问我，德刚，你看这怎么办？是啊，我给他拿了醋、酱油、香菜、佐料、辣椒油、嗯、黄瓜丝儿，嚯，倒到里边，真全。又爷俩一人一把勺，好家伙，非吃不可，你那意思？哎呀，爷俩高兴，咔吃马桶那，自个儿家做的干净。啊，自个儿拉的干净是干净啊，就说明他父亲就这么疼他，这叫疼我。谦儿的一路走来是多亏了这个老爷子，哦，那是真疼的。到后来谦儿长大了，嗯，哎呀，就长大了自个儿住吧，得有合适的房子，得有房。为了弄房，谦儿跟他父亲呢，嗯，爷儿俩假离婚啊，我都没听说过啊，您这句话，怎么？我跟我爸爸假离婚呢？假的啊，真的也不像话。那弄房子不就假离婚？假离婚那是夫妻假离婚，那父子怎么假离婚？反正离开之后，他自个儿住、啊，老头也自个儿住。这个疼儿子之心呐、啊，那爸爸受打击。怎么呢？嗯，自个儿住之后，他父亲想儿子想了，后来身体不舒服，得病了，得病了。什么病？上半身瘫痪。你先等会儿。哎呀，老板，你上半身瘫痪。对。两条腿没事儿啊？哦，哎，你记得之前打光棍踢小孩吗？啊，老头腿不是结实？哦，上半身没有任何感觉，天天给他换好衣服，一推门，老头就出去了。满大街跑，也不带理人的，多新鲜啊！不会说话，什么都不懂，就是腿好，两条腿驼一肉棍子，哼，大街跑，哎，多难受，吓人的这个。谦儿说了，我不能向我爸爸学习，多新鲜！我得有一个好身体。我得练，那他爱上了一项运动。我什么运动？冬泳啊！别提那个冬泳，冬天游泳，他真不光冬天，他一年四季他都有。他喜欢啊！到冬天游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已经了不起了。那就是高兴。哎，有一回游泳，多亏了我。嗯，这就说到什么叫做舍命之交。帮您讲一讲，俺那回出游泳去，他拿错裤衩了。我拿错什么裤衩？我们那儿一说相声叫孙越，您见过吧？孙越那裤衩是这么个事儿，绣上花就是周围的。好家伙，就这个。哎，他把那拿走了。哎，您看，哎，到河边游泳吗？是啊。他们大裤衩换上，哎，那裤衩儿大了，多宽松，跟水缸似的。就是啊，谦儿下去了。一下就肿一下子，水里的那个力度是很大的，哦，哎，一下就把这裤衩冲没了，我就光着了，光在水里了。他想的是，待会儿还得上去，可不是吗？他就下去摸去，我得找那个去。一摸没有，两摸没有，啊，岸边的人吓坏了，那人要坏啊，怎么一下往下出溜了？哦，人家误会了，是不是要溺水？我正打那儿过。那您怎么办呢？我得救他呀！这时候前提是我不会游泳，您没水性。别看不会游泳，我要救你，哦，还要下水，这就是舍命之交啊！这有噌一下就下水里边了。是啊，我拉着于谦往岸上走啊，他死活都不动了啊！往下拽我，他光着呢。是我知道，我误会，费那个劲啊，最后终于把于老师一丝不挂的拽到岸上了。您不会水，那水里这么的能耐呀？嗯，岸上的人成千上万，都看我，哦，这于谦呐，都认识我，你真白呀，啊！我瞧瞧，怎么好？你这救人啊？哦，郭德纲，于谦救上来了，缺德了啊！你那儿，郭德纲，你别走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是，我说不用谢了，不用谢了。我转身就走，是他后边追我，我追你，我们俩人往前就跑，我们走清河、沙河、昌平县两口子，这都现眼了，金彪子，金彪子，行了，别跑，最后在五台山根那儿看见我了，哦，于
谦儿一把揽住我，我要好好谢你。有句话，我说什么呀？闺女那事儿我同意了。你去。